大家好，我是平恩。平时要出席的活动很多，要准备的衣服也很多，所以我很注重打扮这件事情。我会比较注重比例啊，跟剪裁，也会依不同的日程呢来选择不一样的色系跟风格。想要尝试不同变化，但是又担心太过抢眼，就可以选择这种比较低饱和的冰沙色，看起来比较缤纷。对于日常而言呢，也不会太过于正式，又有活力感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去玩色彩的变化，像是包包啊，或者饰品啊，还有像这种手机，也可以拿来当做撞色系的一个选择，像是柑橘黄啊、薄荷绿啊，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选择。现在影片当道，拍 vlog 非常的流行，像是日常生活啊，或是工作的影片啊，它还会自动帮你剪辑。另外呢，它还有 AI 的电影镜头，有两个模式我非常的喜欢，一个是平行梦境跟魔法分身，而且它的蓄电量非常的足，一整天下来都不用担心它会没电。除了效能好以外呢，还有一点是它非常的轻薄，穿比较紧身的裤子呢，也不会卡一块，非常的不舒服。带小包包出门呢，也不会很占空间。还有啊，我每天都是用这个小米11 Lite 5G 来拍我的日常穿搭、现实动态，还有自拍，还有内建美肌功能，而且不是那种很浮夸的哦。非常推荐大家来跟我一起使用小米11 Lite 5G 来打造你的夏日专属 lookbook 吧。